一个团体到底哪来哪好，还是哪来哪坏？一个国家到底哪来哪兴旺，还是哪来哪衰微？通常领导者是一个真要紧，因为领导者伫咧决定伊个方向，然后伫咧设计伊个制度，然后伫咧捡捡到互大家人同款个方向，伫水个目标下边，大家人出力啦，变做才干。一个国家个进步嘛，在伫伊个人民个声，到底大家人爱啥物，大家人讲个清楚。咱伫长老教会。基督教会全世界，基督教会对这个世界真大的贡献，就是送给这个世界民主的世界有一个选举的制度，叫做代议政治。所以每一区每一区有伊的议员，代表咱去开会的议员，代表一区一区的人去将咱的声、将咱的需要、将咱要提的、将咱的惊吓。欢迎我面顶，然后因参与伫遐伫咧讲话投票，然后替咱伫咧设定人民排名。这个是长老教会伫这个时民主的时代上水的贡献，但是这若无水，伊会含糊伫互人操纵。比如讲，咱今要选什么人起来代表啦，有人暗中去买票，去绑票。啊，放着拔起来的，不一定咱所爱，但是这个后壁，所以刘文国华啊，伫咧选中级的时有一摆，我看到有人咱地下当遐伫咧拜访家庭，一定爱选个啥，一定爱选个啥，哦，伊来选起来，我刷只个小会员讲，我去摆选举拢变得不好。因为大家人伫咧选举的时，对心底祈祷上帝安尼个好。啊，大家人要安怎看？唔是人的手去操纵，但是上帝的神格到底什么人下伫这个团体，真做咱真实的领导者。因为伫这个家里看到今仔日，咱是做耶稣基督学生，讲咱是基督徒，咱就为耶稣做耶稣的温度，就为伊个靠。耶稣伊无可能做接用伊一个人要来落实上帝国，伊一个人无可能。现代无论你要创啥，家己一个你话，你的理想话好无效，你都要结连一群人。啊，身边是啥物人，正做耶稣身边的追随者也好，还是传达耶稣真实你的心意的人也好。这个家人看到耶稣出去，然后伊第一摆看到西门甲伊的兄弟安提列。在湖边在那里打棒抓鱼，耶稣开嘴跟他说，西门彼得，安德烈来跟随我，然后二十三节，因就即时放到鱼网跟随耶稣，因即时，耶稣呼召，注意一项，耶稣得敬人，耶稣敬的人，然后出声来邀请，不是大家人你若好好读书，因毋是逐个人耶稣邀请，伊就真正有法度。有一挂人耶稣安怎叫，叫袂定来。啊，你都互我等下做这行关成迄个暗暗啦。耶稣遐个搞个老虎在伫耶稣身边，咱看到是耶稣去敬，用彼得，啊彼得，然后开嘴甲伊讲，恁来对我，因即时放了所有欢喜甘愿来跟随耶稣。往头前行，佮看到两个兄弟啊，眼光较约翰，嘛是伫湖边咧拍网。耶稣看到因，因为耶稣经过拄到人，毋知偌济，但是耶稣拄到伊个见。啊，见到这两个了后，嘛甲因耶稣呼召因，因就即时去杀因的船，因的船，然后识别因的老爸，问的耶稣。那咱来边讲选举的事。因为耶稣伫咧敬，敬迄个会当听伊的话，欢喜顺服的人，欢喜放下一切，然后主啊，你何条，我欢喜安尼行。然后你看耶稣
耶稣出来时，伊每一个乡镇，伊进入每一个乡下，伫大个所在，教世人宣扬上帝的福音。耶稣按在伫咧关心每一个乡镇的人的心心灵的健康甲需要。因为耶稣的脚步就是现代教会应该爱有的。咱教会、教会已经决定，咱要成立一个关怀协会。咱嘛要来关怀，因为教会也来关怀这个社区。啊，因为教会不是干呐照顾，因为教会会有，因为教会爱亲像耶稣，咱来把这个网打开，咱的周边。咱的周边所有的人拢是咱爱关心，然后伊看见一群艰苦的人、需要的人，耶稣就动伊的怜悯的心，因为因孤独无人帮衬，只就仰望者，迄个怜悯的心志。所以当咱伫咧讲，咱上帝啊，不如你想说，阮教会、我教会有一寡好的长老是啥物事？好的长老。好的长老要有社区的概念，好的长老不是只来顾伊家己，而是顾这个教会。好的长老亲像耶稣，迄、那个心胸拍开，要有社区观念，要有整个国家观念。然后伊的心念念要有慈悲怜悯，对身边、心内对身边各种的人的需要，因有迄个怜悯的心肠，有那个怜悯的心肠，有社区观念，有整个国度的观念。有灵敏的心肠对那些需要的人，然后耶稣对因讲，要收成的很多，但是做工的人很少。要修行的当做真多，但是真正欢喜半时间出来的人真少。那要安怎？需要人。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选举长老，我们真的就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有人需要有人去做，但是谁可以去做？啊，我就话有人愿意讲，不啊，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伫遮，请策划，啊，你要叫我创啥？到未来我创啥？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配合。啊，伫遮咱今日用的圣经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也甲这个提摩太教会讲啥？讲什么人呐？爱做教会领导者的，因爱有羡慕者美好的工作，要做教会。监督的要做教会长老的，他们的心里要有羡慕一份美善的工作，听吗？由于我们无论你的现况在哪里，最丢落的人要解生命的特质是，他在仰慕，他在祷告，希望他能够自己本身以及这个教会能够带向一个更美的境界。所以常常在追求，一定常在追求什么叫做美善，什么叫做水。所以有可能要对圣经去读圣经，要对社会，要对其他的教会，要从其他的公司行号去找到什么叫什么是水是好，然后把那个东西是把水的好的带出来到底教会，希望这个教会也能够与时俱进，善慕羡慕善功啊，这个长老伊家己本身也有真侪所在，互人有通用。因为我们要请记住一件事情，等到当我们在教会选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选圣人？咱是不是在选圣人？唔当袂记得，你若家己唔是圣人，就你的身边无一个是圣人。真侪人他看不惯别人。很多人他对别人有许多的怨言，他可以从别人身上找到许多的瑕疵。我不喜欢这个人怎么样，我不喜欢那一个人怎么样。但是，请问你喜欢你自己吗？像常常咱对家己咱有真多真多的欠点，咱真惊别人甲咱嫌，但是咱真容易去嫌别人。把你教会记一项，教会出来无论徛伫恁面前的牧师，或是伫咱身边这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人。但是罪人不完善的人，一点点点的追求，他一直在羡慕一个善功，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国度。耶稣来讲，因为上帝的国临到你们当中，通过罪的属刚。啊，伫这个家，我想，咱要选的人，伊有迄、那个，伊咱知伊唔是好，伊唔是
完全的好人，伊毋是无人嫌的人，但是至少伊迄份心，啊，伊尊主为大，然后伊欢喜协助牧师，协助牧师完整整个带领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上帝的教会带到一个更美的境界。然后伊讲欢喜讲，对真侪身边的朋友讲，大家恁若无我，恁若跟我，因为咱三个来。咱三个人，伊欢喜真侪侪侪信徒的五万。我如果讲要做教会领导者的，伊都爱好好处理家己厝内的事，他要懂得如何处理自己家里的事。因为厝内，伊即个我如果讲，若确实做教会领导者，伊无当拢把家己的厝管理好，无当把家己的厝治理好势。他怎么有能力管理教会呢？所以出来的代志是一个，咱要按怎样求助人民的话，咱每一个人之家，咱来替人之家祈祷，咱来希望我们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他们愿意拨出时间，愿意为教会付出的这一些人，他们的家都是稳固的，没有被撒旦攻击的，咱归主上帝，我咱三代祈祷。所以教会领导者伊个厝内创好，不第第二、第三章、第七十章，他在教外必须要好生活。伊伫教会外嘛，爱有好个名声。无论在工作的场合，他能够尽忠职守，互人感觉恁这个基督徒实在是真好。代志交代恁这个基督徒，事情交代给你们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因为你们真的是很值得让人放心的基督徒。伫个社区内边还有好名声，伫工作所在还有好名声，所以伫厝内有好名声，然后伫教会外好名声，我恳求上帝帮助，予咱真正会当选出贵个人。咱毋茫啊！伫咱拢知影家己是不完全，家己是罪人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有人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恳求你赐给我智慧力量，把我的家护守好，让我在家里，家就是我的祭坛，家就是我的陪伴，家就是我安息的窝，让我的家是整洁的、干净的、是温馨的、可爱的。然后出来会当第一个进入，然后倒转来，我出来的教会，教会是另外一个家。教会是一个更加大的家庭，我们一起来把另外上帝的家也治理好。家己出来教会这个大的家庭，小的家庭也好，能够出来讲的社区里面，我们在教会要在社区里面也要好名声。我要感谢上帝，你这边这个让爱转动到乌干达，我们打了一场美好的仗，因为从过去的社区来得到真高的评价。我们但是一波一波有福教会站在这里，我们是给跟爱好这个十字架的光能够照耀整个社区，这就是一个途径啊。哪怕是你愿意的话，假如你愿意的话，你也到办公室报名，咱过来，咱还有很多东西啊。咱希望教会过来再来设计，咱有一个爱心墙，把咱这部手里有的东西都拿水水的整理，你会用透明的塑胶袋给它套起落起了后，那么刻在教会有一个爱心墙的角落，让邻居走邻右舍来看到他喜欢的，他就自己带走。我们需要有人，那这个教会希望不断的从这里一直在展延，让我们的永福教会在教会内、教会外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的啊。那教会的选择了。教会的长老，今日我题目我注重要 focus 的长老。伫这个只行政法第96条，这个只咧讲，教会牧师组成小会，共同长理教会事务。长老教会就仅要定他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小会，小会由长老跟牧师共同组成。请问？
教会里面长老比较大还是牧师比较大？请问丈夫比较大还是太太比较大？不要为了这个争大争小，然后回去夫妻就吵架，都一样大，都一样大。但是长老教会的牧师比较不好当，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永福教会有八个牧师，然后一位牧师，八位牧师很容易来，八位长老很容易来，八位长老很容易来欺负一位牧师，一位牧师不可能欺负八位长老。哈哈哈现在八位长老当中，又有一位是我的高中老师。所以，但是，灵粮堂跟荆棘的牧师就比较好当，因为他们的长老是几乎是要经过牧师去选。假如长老跟牧师的意见不一样的话，他们执行的比较彻底。长老跟牧师意见不一样，是牧师走人还是长老走人？在荆棘跟灵粮堂是长老走人，对，一样。在长老教会是谁走人？在长老教会通常搭在那里一阵子之后，叫牧师走人。因为长老人数比较多，那牧师又是出外人，是吧？所以那你这个家，我来做过这种事，我嘛战战兢兢，我来看到这个，我来遗传。现在娱乐边啊又有好几个长执事，所以不小心联动起来，那牧师就被爬从根拔起了。所以，但是，请注意一件事情。牧师没有管理权，牧师没有命令权，牧师要在这里成为一个有效领导的牧师。牧师的爱最大，我现在听都打从心里说，牧师我服你，牧师我服你。所以，你怎样讲？第丢了教会要做牧师，伊爱加倍文化，他不是用命令的，他不是用管理的。他是要做到让大家打从心里，牧师我配合你。所以你这个家长老的职分非常重要，就是长老的出现是要他要跟牧师一起结合成一个小会，小会制定方针，小会制定表情属纲，然后长老的职分，你的教会礼拜与圣礼典的这个长老的誓约词。那今晚各国顶多算你有两派雄心。长老的职分是以牧师共同治理教会，探访生病的，勉励信用联堂的，教育年幼的，带领慕道的，因传靠谱真理上帝话语良知行为，造就会员的信仰，并为信徒的信用行着伊的榜样。然后一起来谋求教会的发展。你这个家。长老的职分很重要，他要协助牧师，真侪物件拢伫小会共同讨论了，变成一个决议案，然后牧师的领导，咱来去完成，长老爱去配合，爱去协助，所以一人一角，牧师长老无法当做所有只个工，但所以咱的长老分做无同款的长老，就要负责一人一角。然后牧师爱讲做因的帮人家，因嘛爱讲做牧师的讲做教，彼此帮助，然后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发展的教会。在做事业的时候，这个讲事业文的第三条，你愿意，牧师会安排，你愿意做永福堂会的长老，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为教会之首，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归荣耀于上帝。你是否愿意如此行？你管一嘴，有的人说我说了买了快算完了，买了 OK。 你啊，你这个时间也无，你这么需要顾是大人，你这么囡仔当细汉，我说我真正无法度。你有真侪病患也无法度的事 ，OK。咱这个叫
不管银行到位的你们讲的假兄弟我管你谁说我愿意我们邀请这一些他的时间他的在这一生命的这一个阶段我愿意我可以我已经把我的时间是空间挪出来了兄弟我们把这个机服侍的机会让给这一些人所以你愿意吗当然那边的双击的时我想爱家的人家己关心我愿意主啊我在这里你的恩典在我身上那么大我愿意我真的愿意生怕有一天我不愿意的时你又把他收回去我连后愿意出来给人我要把他给人所以爱忠心真切地服侍到位服侍教会真多服尊主最大尊主最高位的头请记住有一些人的心态是不健康的你来算我你算我你算我那得到的时候我把我这个牧师拍垮你算完了我带着你同我见到你不爱你才好无论因的创想因的创想因你本人的创想但偏偏他们跟人安全无同款因为不但会记得丢落的钱就是要不是你送无送不是你愿意无愿意有很多人说我做什么团体会长我都不我都不见了我不爱了我不送了我起码是不惊了对你不但会记得你不是那个头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在做的都是在先望福音尊主为大不是你为头真怕怕了有人我这个顶礼拜教会公布到一篇文章，就是讲，真侪人在咧受洗礼的是真谦卑，做牧师也好，做长老也好，真谦卑。上帝，我太谦卑，你太选我这个软弱软弱未晓的人来做长老，洗礼我做牧师。但是有一天，当他当长老当久了，当牧师当久了之后，他成为张基的董事，他成为长荣大学的董事。知道张基是我们长老教的差一点变成诗人的现在长荣大学已经变成诗人了但是他是长老教会的多少人奉献兴起这个长荣大学结果现在的长荣大学变成几个诗人长老跟牧师的 OK 你知道台中的台中的什么大学？东海大学。东海大学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你知道吗？东海大学当初设立东海大学那一笔钱，是吴武东牧师啊、吴忠辉牧师因他们到美国去，拿着美兰基督长老教会的钱来台中设立东海大学。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过来南北神学院，我们来当地东海变作一个联合神学院。因为挂这个头牌，为什么因爱挂这个头牌？因为那是长老教会。结果就在梅可旺当校长的时候，他运用了政治党派，然后也把长老教会给踢出去。对，所以长老教东海已经是一个 case 了，那是长老教会的大学。现在已经变成诗人了现在的长荣大学也是已经是总部已经控制不住了现在还在打工人还在打工人诗多少人当他刚开始起来的时候都很谦卑但是当了长老这久了之后当了牧师久了之后他就为所欲为说这团他就变成兄弟你若总会给我委送我委见我认同啊，我袂变落来。怎啊？家的人，家己家的人，同事家的名单认识到了，家己怎啊？提去教育部申请，然后董事随选董事，他说嘛，我应该给这个总会派来的人选，他们不接受。长荣大学已经是第二个学校，所以今天宝宝小姐已经讲了，问题。各位请记住，有一天你。被选上当长老有一天你成为妇女团契中年团契圣歌队青年少年主路学会长请记住你是仆人任何从牧师长老这里下命下去的你不能够抵抗
你不能够抵抗，因为所有人是在协助，是在协助。大家一起把那里那一群人照顾好，然后带向整个教会的福音传福音的事工。我们是一体的，我不可以说我是会长，一定要经过我的，然后我不接受了就，那这个命令会卡住。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好讨论讨论。OK， 好，了解了，好 ，OK。所以收会团体，青年、少年组。自己的信花对学业的服务团队拢赶快收，拢赶快。因为现在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那最重要的，唔通忘记咱的救国里面这个叫八项重要的生活基督的八要。那到底对左边读到右边的话，那长老要帮助我们一起来带领我们所有的信徒来做这八样重要的生活。信仰就是生活，我们要如何把它表现出来？来，那到底来谈，对不对？不管你用华语跟台语都一样，都一起来，对，来，敬心听，天天读经，常常读课，温文聚会，乐意奉献，传人为主，服务社会，为我心爱。OK， 那你讲台话是经过第八啦。因为我们的生态，上帝所造的，没有人可以去破坏它。因为我们为了自己，也为我们子子孙孙。OK， 从旧神爱人到回复生态，让所有的长老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亚述必来逛，若有人要跟从我们，就当舍己，就得放弃自己，舍弃自己。所以，自己。底基的信用也必须要放下，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尊主为大。凡咱啊，弟兄的面前，大人会当亲像先帝所讲：“主啊，我在这里。”撒母耳从小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利先知教导他说：“当你在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跟那位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吧。”那你讲可怜大家人，那有一款的怨言心，祈求等呼召来临的时候，你能够像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一样，愿意放下。主啊，我愿意，求你用我。那是他的彼得。我感谢上帝，我伫今仔日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来为着阮研讨会，我们以后未来的新的领导，能够愿意谦卑自己，尊主为大，也用热忱的心来服务教会跟需要的人。我们恳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用心来推举，也让那一些被我们看为美好的人。当他们被选到的时候，他们能够说：“主啊，谢谢你，这是我的荣耀，有机会服侍你实在是真好。”那有人无法人算到，买单你感恩的心讲：“兄弟啊，谢谢你，让我这一次没有选上，让我可以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角色来协助整个教会的事工。这一次没有选上，是让我还预备几年，还有让我好好用多一点时间。”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当一有那么一天那个护照来临的时候，我可以做得更好。我祷告你一乐摆你列面前，愿他是馨香之气，奉耶稣基督的名。